人狩り行こうか。One down, three to go.
算了。OK， 来啊！啊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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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Two down, two to go. 接下来是冰咒龙，冰咒龙这里也难搞。
睡，先睡。龙，我来
再来。Shit. Pretty bad, pretty bad. 好低了。呀啊，妹妹。26分钟。OK。原来在将近26分钟来打，没有26分钟多，半个小时。OK 啦，打得过。至于装备介绍，回到去的时候会给你们看看。你进龙套哦，剩下两套的话，今天过后我会再给详细给你们看，再让你们看。有点紧张，不过不错啦，能不死通关。好，看掉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装备介绍。装备介绍，首先第一套是这一套，哎，对，这一套吧，对。这一套，对，这一套，但是有更换回这个奈瑞。技能方面是这样，以精神搏斗放在这个奈瑞衣服，这个是打这个阎王龙跟阎飞龙的时候所用的装备。接下来就是冰咒龙的时候所用的装备，特地穿耐寒衣，特地穿耐寒衣格斗，不然的话真的顶不够，而且要求是三个盾，枪从2个盾改去3个盾，
这样就比较顶得过。没有真的两个盾的话，能顶的话血扣很多，所以选择用三个盾。技能的话就是这样。最后灭金龙，最后的灭金龙就用回这个装，以积云术为等级二，再加上强打一装改，就能达成这个晕眩效果。好，以上就是我所用的配件来单刷 MR200 任务，感谢各位收看。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金色的名字，耶！ OK， 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